Okay, everybody, good evening. I say good evening to you from Boston. Here is broad daylight. And let me start with a story. It happened less than 24 hours ago. You know what happened in Orlando, Florida, the Disney place. If you have ever been to America, to Florida, you will know that. It's a small story, or maybe not small, it's a tragedy. And 50 people got killed by a gunman. His name is Omar something. And it's well known now, it's all TV, television, or whatever, broadcasting, newspaper, everything published about it. And this guy who hate the homosexuals, who hate the whatever, the public, because he sweared allegiance to ISIS, and in the phone to 911 operators, he rushed in a nightclub and with his guns, he just bought and shot 50 people dead, another 50 wounded severely. So if you notice the news, you will notice this. It's a very big problem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verybody has guns, so nobody dare to come to your place. But on the other hand, and everybody is in danger, sort of. And so somebody can shoot you if he or she has a gun. That's a problem. So it's already developed. Let's pray. First, praise for those families who suffered. And second, let's condemn this tragedy without any reason. All right? Okay, that's first story.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is, that's okay. It's just for your practice of listening. It's not a big deal anyway. All right, let's start class now. All right. Now I'm going to switch to Chinese, and so you won't be able, won't fear that you won't understand, alright? Okay, 我刚才讲了一段 奥兰多, Florida, 这个50人被这个人枪杀的小事情中, 英文讲了, 你听得懂, 听懂, 听不懂, 没关系, 不重要. Alright, 今天我们继续讲, 语音的部分, 语法, 语调的部分, 继续星期天的, 课程, 从那往下进行, 今天是大课, 所以欢迎所有的人, 大家注意课堂纪律, 这是要注意的。 Okay, first, the three things we, sorry, I just used to talking English. 三件事我们说过啊, 我们说过, English的三个 definition, 三个定义, 是什么呢? 呼吸, 呼吸习惯的转变, okay? 呼吸习惯的转变, 节奏, yeah, 你们能听见我想, 节奏, rhythm的转变, 和语调的转变, okay? And 虽然时间不长, 我们从 5月初开始上课以来时间不长, 我已经如同我预期的, 很快就会有人转变的, 我们已经发现了, 有些同学已经开始转变了, 我很高兴, 所以我就特地的设计这个问题, 谈谈, 咱们再回过来谈, 这个东西是否真是有效, 哈, 是否是你, 就你发现了, 怎么别人没发现呢? 你可能要问, 这教了英语60多年了, 中国, 这没人说讲这个事儿呢? 你要有这个疑问, 你就留着你的疑问好了, 我也不跟你, 争辩什么, 但是这是个事实,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东西从哪的呢? 来的呢? 从这个字来的, 理论是从这个字来的, 叫做 philosophy. If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it, you will know it. Okay? 从 philosophy 来的, 国内的英语教学现在是什么理论呢? 60年来中国一直进行的什么理论呢? 是200年前英国人研究古希腊和拉丁语, 这种死的语言的理论, 就叫做翻译加上语法, 就是搞这些东西, 把它当作数理化一样来研究, 所以学出来英语的人都是哑巴英语和聋子英语, 这是事实, 对不对?
其他的理风景的东西都是没有理论的，都是过一阵就 over 了，就完了，对不对？比如说什么疯狂英语啊，以为吵一吵叫一叫就可以学会英语，那都是没有理论的东西，都是不能长久的东西。所以两个问题，第一个必须要理论，第二个理论必须要对，而且必须要成功，这是根本的根本。我们的理论从哲学来的 philosophy， 这个词叫 instant college。如果这是一个单词生词，对你是当生词，你不要怀疑，这是我创造的词，英语没有这个词，这是根据我写的两本哲学书这里来的。 OK， 80万字的哲学书，这是两本三年前出版，在纽约出版的，这个4年前写完的，是我想了30年想出来的这么一个主意。所以你不要以为我是教英语的英语老师，这还不仅是这样的情况，我首先是个哲学家，我是跟你讲哲学的，你要懂我，跟你有更多的话要说。不过我很喜欢语言，因为哲学当今的问题就是 philosophy of language， 语言哲学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他们是合起来，我正好是这方面是我的特别有兴趣的地方。所以跟谈哲学的人不多，可是喜欢语言的人还是很多的，尤其是外语。 OK，这个是我们理论的来源，一切从哲学到语言哲学这个路下来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再说几句更广一点的东西，讲几句广一点的东西。这个东西叫 instance， 我们叫 Academy of Instant Speaking。 Instance， What is instance？ Instance 就是一个实例，也就是我们说的范例，范例就从这里来的，是个 instance。 OK， instance 这个哲学的理论简单的说是这么两几部分。首先有一个 absolute， 绝对，绝对在那里，绝对它都不是一个世界，它就叫绝对本身，你要有兴趣再研究绝对。然后产生了什么呢？产生了相对的事物，相对的事物是具体的，首先就是绝对和相对的结合，叫做大脑。大脑里面有两个半球，一个叫左半球，一个叫右半球。左半球负责逻辑和数学等等的东西，右半球负责意识和这个解释，比如说音乐、绘画呀，这个语言呐、等等，都在右半球。两半球，你的大脑的两半球配合，产生了思想。OK， 因为你有一个内心的需要，你这个内心的需要是生理性的还是其他方面，咱们都不管。它首先要有这个 desire， 这个 intention， 这个讲起来就多了这个东西，所以咱们不管。你首先就像你饿了一样，你不是先说这个饿字，对不对？小孩子不会说饿字，他哭，在他哭以前他就饿了，在你说饿的这个概念这个字以前你就饿了，然后你说我饿了，对不对？小孩就哇的一声哭了，对不对？然后这叫什么呢？叫做第一个思想出现了，在你大脑中左右半球出现了第一个思想。你想一想，你的思想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有没有人告诉我？想过没有？每个人都有思想，对不对？你的第一个思想哪里来的？你的第一个思想必须运用语言，对不对？这个语言叫什么呢？对你来说，多数来讲，恐怕就是汉语。所以说，当思想跟现实结合，跟现在的世界结合，是另一个世界，叫做时空的世界，在这个维度的世界。而大脑本身的世界是跟现在的时空世界不是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这二维，对不对？那是你做梦的地方，那里面没有空间，你不会想到一个纪念碑把你脑袋胀得不得了，想不了，对不对？你不会想到华盛顿太远了想不到，也不会想到麦哲伦星系而想不到，那太远了，不存在这个问题，对不对？
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世界就是你的大脑。大脑产生的第一个思想叫做思维，思维的第一个问题是形式。什么是思维的形式呢？就是圆，这就是哲学的部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讲 First thought is language， 这个作为思维的形式的语言是可以被取代的。这就是一切我们讲根据的来源，这就是 language form of thoughts， 这是从这来的，这是 linguistics 的 part。 然后从这个理论下来， English is one of the language and Chinglish another one。 OK， 我们现在要把 Chinglish 把它的local 的 accent 去掉，作为一种语言要讲 pure English， 要讲这个问题。 OK， 所以这是理论的来源， philosophy, linguistics and accent 一步一步下来的，这是这样的情况。我现在给大家简略的回顾一下。所以说我们讲语言是 form of thought， OK，form of thought， 这是我哲学的理论，这书上的东西你要有兴趣你可以去研究，你没有兴趣你研究语言也没有问题，你在哪一个 level 都可以，哪一个层次都可以，这是现在说的这个问题。 OK， 这个简略的讲就是这样的。 OK， 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说，你想要你想一想这个概念是很有意思的。你的第一个思想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你告诉我，是不是他在你当 baby 的时候就有了，刚生出来就有了吗？你会说话吗？不会说话你用什么表示你的思想呢？对不对？你可以追寻到什么时候，我不管你，我现在问你的是这个根源。第一个思想出现是什么时候，你想一想。第二个我问你，第一个思想出现以前是什么世界呢？那个能够出现思想的东西是什么呢？它为什么能产生一个思想呢？这就是哲学的本体论问题。本体是什么？最终就涉及到我们这个大脑为什么能产生一个思想，而这个产生思想的东西是什么东西？这就叫我说的 absolutology, the study of the absolute。绝对本身这个东西是无限的，是绝对的，它可以产生任何相对的东西。第一个相对之物在你头脑里就是思想，就是思想的思维的形式，就是一个 form， 就是语言的运用。我跟你简单说这一些就行了，你要愿意再跟我深深的讨论去研究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研究。但是我跟你说，这是非常困难的，非常抽象的事情。我曾经把我的哲学著作在海外几年来送给了所有我知道的名人，他们没有一个人胆敢说我懂得你在讲什么，没有一个人敢说，会中文的不会中文的一样啊，包括我周围这些大学的这些哲学系教授都包括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名人都包括，我都送给过他们，我写的有英文的有中文的都给过他们，没有一个人说 I know what Mr. Dong is talking about， nobody，没有一个人敢说我知道董先生在讲什么，没有一个人敢说，这就是事实。但是我知道我说的是对的，所以我就把这个部分的一部分语言哲学拿出来运用到研究 Chinglish 的问题上，我知道我会有 成果的。 OK， 这就现在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我们上课不过一个月，一个月多一点，一个半月吧，上了我看我记录了15次，录音了15次。我经常读一些东西，让大家读一些东西给我听，我注意观察你们的变化，你们读音有没有变化，我总是等待着期待着你们的变化，因为我相信我是理论是对的，没有人告诉你们以前你们是不会变的，你们老是在那样讲英语，当有人告诉你以后你就会变了。你们不需要做发现的工作，也不需要做总结理论的工作，而只要执行就行了，你按照他说的去做，有效果证明他的理论是对的，错了就没有效果。 OK，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认为呢，这就是我反复得到证明几次证明的结果。在最近的读音中，
练习中我发觉有一个女同学叫做 Lydia。Lydia 同学她这个读音的变化已经开始转变了，就好像是看着等着那个小鸡蛋要孵壳一样，我就在那蹲着慢慢的看着她，她总有那么一秒钟嘣把蛋壳多破了，她出来了，冒出一个头来了，这就叫变化，对不对？这就是从这儿开始了。我前几天放了一段录像，一段故事叫做 Grasshopper。 我故意不读，我读没读，我好像没有读，我想让你们再读，你们先读，我听听你们读有什么区别。你们没有例子，没有人读过这个东西，所以你们不像新概念英语那样，你可以听听录音再去读，你可以模仿，这个没有门，你必须自己来读，你告诉我你读成什么语音，什么语调，用什么呼吸，都是你的事情，我听听你怎么读。最终的考试也会是这样的，要给你一段没有人读过的，你自己来决定音抑扬顿挫，决定你的语音语调节奏，都你自己来决定，我看你能讲成什么样子。这就叫做你是否是已经学会了像 native speaker 那样讲话的标志，根据这个我们判断你的学的能力。 OK， 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发觉我听了这个 Lydia 这个同学的读呢，第一个给我的印象就是他的呼吸已经开始转到正道上来了，就是像 native speaker 那样讲，因为在过去他并没有，我听过他读的有时候经常有 broken， 就是有断续的部分，比如说不该停的地方他停住了，该停的地方他没有停住，有快有慢，就有这个问题。我原来跟大家说过，在 Chinglish 的 definition， 在这个中国式英语的定义中，三项呼吸、节奏、语调，呼吸是第一，你首先应该转变呼吸，你要有意识的在讲英语之前开口呼吸一口气再讲，你不会习惯的，你要养成这个习惯必须首先做发出声音，以后你再去掉声音，你不没有这个转变，你老控制不住自己，你又像讲中文那样随随便便的开口讲，你必然你气不够用的时候，你就落到了不该停的地方，不该换气的地方换，这就错了。当你控制住呼吸以后，你的节奏就会有搞好转，因为你呼吸往外吐气的时间是限定的，你不可能无限的吐，随便的吐，你必须按照节奏走。所以这就是我们昨天讲的这个 meter pentameter 的问题了，或者是monometer， 或者是 diameter， 或者是trimeter， 或者是 tritometer， 或者是 pentameter，就是一步两步三步这些节奏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讲的例子， She bought the book， She bought the book， 这就是叫做两个 meter， 就是diameter， die feet， 这个就是 diameter， 就是意思就是两步，对吧？这个叫是一个重音和一个轻的部分和重的部分组成， stress 和 unstress 组成，做一个一般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是零散的，到最后也有可能没有组合好的，所以就是这样的。所以有同学问我，就是说怎么能够尽快的改到这个道来，我就跟你说呢，首先呢你要做呼吸的转变，做呼吸的转变，我的水到哪去了 ？OK， 不管它，首先做呼吸的转变。呼吸转变，然后你节奏才能转变，呼吸和节奏都转变了，然后你才能意群转变，语调转变，而语调转变是最难的，为什么呢？你要根据意群来决定语调，你要根据意群来决定语调，没有这个东西，你掌握不好意群，你就掌握不好语调。而意群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单句的意群，那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对话呀，为什么好多英语教材都是对话呀，那个你永远养成不了好的语调，为什么？一个太简单，就是一句话。你要在一个段落中
一篇文章中决定这个意群，然后根据这个意群抑扬顿挫决定自己的这个声音的高低，在一个范围内的运作。就像我上次给你们看那些莎士比亚戏剧那些模仿的演员那些其他人讲话的方式，我们今天还要看一点一会儿麦克阿瑟这个美国的一个将军，在朝鲜战争时候将军，他在辞职前在美国国会的一篇讲演一篇讲话方式。我让你注意的不是他讲的内容，对吧？你可以说他是个反动军官什么都没关系，那个不是我们关心的重点。我关心的是他是如何抑扬顿挫的讲的，你注意他的高低变化，他这个英语讲的变化很讲究的。他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是吧？他是因为在越南战争，在对不起朝鲜战争的被杜鲁门撤职的将军，但是他回到美国以后受到了大众的欢迎，被邀请到国会做讲演。他讲了 duty, responsibility and the country， 就是说责任、这个国家、荣誉 honor， duty, honor, responsibility， 做一个老的 old soldier， 他讲这个问题。我让大家特别注意欣赏他这段讲话的语音语调，这是我们关心的重点，而其他我们都不在，我们都不 care，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好，那我下面呢，我就请这个莱杰同学呢，给大家说一说他的变化的经历和由来。我想作为我们这里面的学生，他自己的变化开始了，这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每个人不久以后都要有这种变化，都像小鸡一样，要这个从这个壳里出头，嘣，夺一个洞出来，你要浮出来，对不对？我们这些同学都要浮出来，就是一个先后的问题了，你都会做的。因为语言是人的能力，你有一个大脑，你会思维，你会就会语言，你必然要学会这个东西，不过是早一点晚一点的问题。现在莱迪同学是第一个，他浮出来了，他开始往这个路上走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请他谈谈他的体会，他的变化，希望能够大家供大家学习，能够大家以后也走这条路。当你这样做就对了，这就是这样。我先请他谈一谈他的变化的感受，然后我做一些评论，然后再请他念一念他读的那一句个Grasshopper 那个 story 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听一听，这是两部分请大家说两次，中间中断一次我要做一些简单的评述，这是这个安排大家现在我们请他来讲一讲。好稍等。好，莱迪同学，你能不能开始先讲一讲你的感受？你准备好你就讲一讲感受。请菲利给莱迪同学发言，让莱迪同学发言。大家好，很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英语的一个学习方法。我总结了一下，有两点。首先呢，我是模仿老师的呼吸、语音、语调、节奏，还珍惜每次课堂练习的机会，因为有什么问题老师会提出，我们才能有意识的改变。第二点就是谨记老师提出的要点，认真练习，一口气读，不能随便呼吸。正好 Leon
谢谢你，来点同学。请你把你讲的用中文写出来，因为有的同学说听不清，像这个 LI 同学听不清，听不太清，所以，最终希望你写出来，写出来以后，这个让大家看一看啊，希望你能够这样做。另外就是你读的啊，我们下面请你要读，然后读呢，你最后呢，以后呢，也把它录出来，放在那里，要给大家看。给大家听，这样才能够区别。好，他刚才这个 Lydia 讲了，他这个就是根据这个方向往前练习，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个课基本上是 free 的，你除了注册的钱以外是 free 的。这里的问题就是说，free 是不是就是不值钱这个问题？你不重视，对不对？你觉得来不来无所谓，听不听无所谓，听好听坏无所谓。你要这样想，你就错了。对不对？我们可以把它办成一个挣钱的公司。可你一次要你，每小时要你200块，可以的。你不来拉倒，你都不要听。你要学，你每小时付200块。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决定不这样做，对吧？我希望同学们不要认为这个，因为这个课收费很少，就不当回事，就不值钱。那你就是大错特错了。我告诉你，世界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不用钱来计算的，这就像关于自由这些概念，对吧？这些宪法中的东西，这些世界公认的东西，这些联合国遵循的人的权利，这些东西都是不要钱的，你都可以把它抄去自己学，对不对？这些东西是无价可以衡量的，所以就是说大家不要误会这个东西下面呢，我还请 Lydia 再读一下。如果他有听不清的同学，以后还要录音所以请 Lydia 再读一下这个 Grasshopper 这个故事。谢谢 Lydia，请。谢谢来姐同学，谢谢。希望你然后把自己读的呢能够录下来，放到我们群里，有大家听，我们会放到群里让大家听一听，因为这是开始转变的信号。我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当他读的时候，他这个吸气的动作是很明显的，你可以听出来的。所以就是说，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这个 Lydia 他这个读的时候吸气有一个这个声音，你听见没有？他故意这样做的声音响一点，让你注意。我希望你每个人在用的时候，每个人在练习的时候也是会这样的。你要注意这个吸气的动作，在这个吸气以后，把这口气读完，然后是停在句号，停在结尾，然后再开始吸气。每次有这个动作，这样你的节奏慢慢就变了，慢慢就变好了，这是肯定的。如果你不注意这个，你就很难这样做好。所以我请大家特别要注意这个问题，吸气、呼吸的变化，这是要特别讲的问题。我特别希望大家注意的问题，你没有呼吸的转变，你其他的节奏和
语调转变就无从谈起，而且你做了都是错的，对吧？就是你方法不对，你讲出来的以后也不伦不类，所以你要打了一个好的基础，就像建楼一样，这是我们的 cornerstone， 对吧？这是我们的基础，所以你要从这个地方开始，以后慢慢走到节奏的准确，读的干净利索，对吧？要这样有节奏，最后到语调的丰富，这个上下起伏跌宕有致，这个要这样读才是好的英语。你记住，我们不是学英国英语，也不是学美国英语，我们不是学大街上的英语，我们要学标准英语，我们要这样的 OK。我们要这样把它最终的把英语练好，是这样的。我下面呢要放一点录像，就是关于这个麦克阿瑟将军的这个在国会的讲话。首先给你看一看那个原文，再看一看这个、他有一个电影模仿他这个，就是说 actor 这个讲话就更好一些让大家有一些概念，这个看看他怎么讲的。他是西点军校毕业的，他这个文化程度还是很高的。政治上的其他的事情我们不讲，我们主要是听他的抑扬顿挫，是这个问题，我希望大家能够欣赏。你看他是怎么由高到低，由低到高走这几步做好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等听完了再讨论一下。 OK， 下面我们来看。在这个看之前，我想再让大家看听一下这个林肯的讲话林肯这个格里斯堡讲话，再听一下，因为我找到了这个东西，我那天读了一下，再让大家听听美国的演员读的情况他有伴奏，效果更好一点。咱们先听这个，这是林肯的格里斯堡讲话的这个录音。7 years ago, 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on this continent a new nation, conceived in liberty and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Now we are engaged in a great civil war, testing whether that nation, or any nation so conceived and so dedicated, can long endure. We are met on a great battlefield of that war. We have come to dedicate a portion of that field as a final resting place for those who here gave their lives that that nation might live. It is altogether fitting and proper that we should do this. But in a larger sense, we cannot dedicate, we cannot consecrate. Okay.有学生反应不清楚，我再放一遍试试。4 years ago.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on this continent a new nation, conceived in liberty and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Now we are engaged in a great civil war, testing whether that nation, or any nation so conceived and so dedicated, can long endure. We are met on a great battlefield of that war.We have come to dedicate a portion of that field as a final resting place for those who here gave their lives that that nation might live. It is altogether fitting and proper that we should do this. But in a larger sense, we cannot dedicate, we cannot consecrate,
we cannot hallow this ground. The brave men, living and dead, who struggled here, have consecrated it far above our poor power to add or detract. The world will little note nor long remember what we say here, but it can never forget what they did here. It is for us, the living, rather, to be dedicated here to the unfinished work which they who fought here have thus far so nobly advanced. It is rather for us to be here, dedicated to the great task remaining before us, that from these honored dead, we take increased devotion to that cause for which they gave the last full measure of devotion. That we here highly resolve that these dead shall not have died in vain. That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 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OK， 刚才是林肯的格里斯堡讲话，这是南北战争的一段事情，根据那个讲的。下面我们看这个关于麦卡锡道格拉斯麦卡锡的讲话，大家请讲。And distinguished members of the Congress, I stand on this rostrum with a sense of deep humility and great pride. Humility in the wake of those great American architects of our history who have stood here before me, pride in the reflection that this forum of legislative debate represents human liberty in the purest form yet devised. Fundamental and reach quite beyond the realm of partisan consideration. They must be resolved on the highest plane of national interest if our course is to prove sound and our future protected. I trust, therefore, that you will do me the justice of receiving that which I have to say as solely expressing the considered viewpoint of a fellow American. I address you with neither rancor nor bitterness. In the fading twilight of life, with one purpose in mind, to serve my country. Claim our strength is inadequate to
protects on both fronts, that we cannot divide our efforts. I can think of no greater expression of defeatism. If a potential enemy can divide his strength on two fronts, it is for us to counter his efforts. The communist threat is a global one. Its successful advance in one sector threatens the destruction of every other sector. You cannot appease or otherwise surrender to communism in Asia without simultaneously undermining our efforts to halt its advance in Europe. Objectively assess the situation now existing there, he must comprehend something of Asia's past and the revolutionary changes which have marked her course up to the present. Long exploited by the so-called colonial powers, with little opportunity to achieve any degree of social justice, individual dignity, or a higher standard of life, such as guided our own noble administr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the peoples of Asia found their opportunity in the war just past to throw off the shackles of colonialism and now see the dawn of new opportunity, a heretofore unfelt dignity, and the self-respect of political freedom. Mustering half of the Earth's population and 60% of its natural resources, these peoples are rapidly consolidating a new force, both moral and material, with which to raise the living standards and erect adaptations of the divine and modern progress to their own distinct cultural environments. Whether one adheres to the concept of colonization or not, this is the direction of Asian progress, and it may not be stopped. Okay, and 再看一小段这个关于他这个电影上这个演员演的，他这个就讲得更好一些，我觉得大家看一下啊，再看一段，然后我们讨论一下来。Running, they give you
OK， 我们刚才听了两段关于麦卡锡，他这个一个是他本人在国会的讲话，一个是演员演的，我觉得演员演的就更好一些。我想把他演员那部全部找出来，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找不到那个部分，或去看吧这个电影啊，讲的真是，全场肃静，你连掉喷针都能听得见，那简直是令人，这个就是说。非常的动容的一个场面，这里只是一点点他的讲话，但是他这个抑扬顿挫那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这个问题，我现在就来讨论，对不起，现在我就来讨论一下这个抑扬顿挫这个语调问题，给大家一点感觉，这个英语的抑扬顿挫这个语调是怎么回事，这个跟汉语有什么不同，这个我简单的先讲一点，以后下次以后我们再讲啊，还有其他的语调，而且还有节奏问题，节奏问题还没有太多涉及，我写了在上面屡写屡擦，总是用不上，所以我们再讲。这个总的来说，我们的汉语的语调我们原来说过是平淡的，是这个一条线的，我们首先那个要做的就是说，你必须在讲英语的时候把这个汉语的平面语调呢打掉，就是说 forget it， 你要想你就脑子里有一个那个救护车那个警笛那个感觉，你的语调要由上到下由下到上，要走一个音域，这是你的音域，有高音部有低音部，对不对，你要有这么一个域范围。我们一般讲话讲英语的时候或者讲汉语其实一样，都是从中间一个点开始，中间一个点开始往前走，这个点可以上也可以下，这个但是汉语就是一条直线，这样一条直线，而英语呢要整体的上然后再整体的下再整体的下然后再整体上，就是在这么一个范围内，你记住生动的标志就是你能把你这个音域啊全部的用上，这就叫生动，而且它的变化是没有一定的规律的，如果它老是一样那不又没有意思了吗，所以就是说你在这个高低的范围内的变化越丰富，合乎规律合乎大家都接受的规律，你的英语就讲得越好，你的音调就越好听，这就像莎士比亚戏剧里那些演员他们会说的那些节奏和语调结合起来，最终就是说三项呼吸节奏和音调要结合起来，最终是结合起来的，但是我们说每一句话的时候其实都不可脱离，都有这三方面的东西在里面，对不对，但是我们分析的时候就是要一个一个的说才能说清楚，你不能三个一块说呀，对不对，但是做的时候这三个都在掺在一起的，就看你的理解看你的掌握，就是这个问题了。这个所以语调怎么叫一个好的语调呢，语调它基本的要分两个部分，语调基本上根据什么呢，它根据意群的概念，这里意群意思的这么一个一段来决定，就是说比如说这个问话疑问的东西就要往上上，对不对，如果它是结尾就要往上下，英语的结尾一般句子讲到最后都是语调都是结束都是低的，这是基本规律，但并不决定是哈，绝对是都这样的，一般开始都是在中间开始，这是基本有规律的地方。意群呢可以分两个基本部分，一个叫单句的意群，你比如说对话都是单句的意群，所以说那里呢你不可能形成很好的讲英语的东西，这个理论就在这里了，单句都是简单的一句子，一个句子的语调都是很固定的，或者上一下或者下一下或者平的等等，它就很简单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片段，就是说几个句子形成的一个段，在这个段的过程中你讲话出这个音调就既不能一下到最底也不能一下抬得太高，你要根据这个意群在段落中的位置决定每句话的音降或升到什么地方，降也不要降得太多，升也不要升得太多，要逐渐上或逐渐下，根据意群来决定，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复杂的了，就是你要体会的，因为每篇文章每一个说的意思都不一样，
对不对？所以这变化也是不一样，不一定非要走到底你才往上升，也不是非要升到最高你就必须往下降，也不是的。它可能升了一半就开始升降了啊，上了一半就开始降了，也可能它升降到了底而不升，老在底下也说不定。这就是要灵活掌握了，这个没有规律的，你想想就知道了。要有规律，那不很没意思了吗？对不对？那不成数学了吗？谁讲话就是我跟你一模一样吗？那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你自己的 style， 你自己最终要形成自己的风格，自己的 intonation， 自己的语音语调。节奏这个是大家都一样的，自己的语调是个人的部分，记着啊。呼吸这是大家都共同遵守的，节奏也是大家共同遵守的，这一点都是 native speaker 共同遵守的。但是语调是灵活的，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讲高讲低都不一样的，根据自己理解不一样的，而且高低的程度怎么表示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有文化的人和没文化的人讲出来也不一样的。这个街上卖汉堡包的人和大学的教授和演员艺术家他们讲出来一句话也是不同的，当然讲一段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所以这是让大家理解这个问题。现在就是说，比如说一句话啊，这个调子很可能，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简单的话How are you doing？ 啊 How are you doing？就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是吧？从这个中间开始往上上上上上上下 ，How are you doing？ 对不对？就一句话，比如说问，比如说今天 I feel very bad， I feel very bad， 我就降到这儿了，对不对？我也可能就降到这儿了。但是一个意群就不一定了，一个意群就不一定了。它可能就是说，它从中间它上上占量，然后再上，然后最终上到最高。然后它再下，再下，再上，再下，就是它有很多的变化，形成这么一个群，而在这个你的音域范围内变化，你要掌握这个东西，对吧？你比如说，我给你念一段，你自己体会体会啊。比如说，念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一个例子啊，你要自己体会这个东西，你看你能不能感觉出来啊？这个就是说要体会的问题了。比如说新概念英语啊，比如说这个新概念英语大家都知道 ，New Concept English， 这个我在将近三十年前就用过的教材，对不对？第二册对吧？这个第二课，比如说啊，这么举这么一个例子，我先把这个音响关掉它，省得它到时候啰嗦。OK， 比如说这么一个课程，它这个课文叫做Breakfast or Lunch， 对吧？它就是这样子说的 ，Breakfast or Lunch。好多同学都读过，但是你注意了没有？这个一群片段的变化，你注意了没有？对不对？比如说我给你读读，你听一听。It was Sunday. I never get up early on Sundays. I sometimes stay in bed until lunchtime. Last Sunday, I got up very late. It was dark outside. What a day, I thought. It is raining again.Just then, the telephone rang. It was my Aunt Lucy. I'm coming to se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I'm having breakfast, I repeated. Dear me, she said, don't you always get up so late? It's 1 o'clock. 你注意这个意群在里面的变化了吗？你注意什么地方是叙述的最低点吗？然后怎么又开始上呢？几句话形成了让你不要降到最低，不是
不要要这个一句一句的最后降到底下，然后再一句一句的升上去。你注意这个结构了吗？这就是说一群的片段的语调变化是更复杂的，更生动的，而且把你要停要低的时候不要一下掉下去，不要一下掉到你的音域的最底部了，变成平的了，那不对的，你要 hold it there。 就像刚才麦卡锡将军讲的一样，他说就是有节奏一点一点降，一点一点升，造成这种气氛，这就叫生动。你要学会这个东西，对不对？就像刚才这句话是吧，开始的时候一直到什么地方最低呢？ Last Sunday， 比如说开始 It was Sunday， I never get up early on Sundays， I sometimes stay in bed until lunchtime。 这一句上去了，好，下面讲往下了，开始 I sometimes last Sunday I got up very late， 一点一点降啊，注意啊，一点一点往下降。I got up very late. I looked out of the window. What a day, I thought. 又往下降，又一级又往下降。It is raining again. 降到底了。Just then, the telephone rang. 这就开始又开始往上升了。所以你要注意这个东西，对不对？然后是 It was my aunt Lucy. Lucy 来了，是吧？I was just arrived by train. 这是六又开始一个语调群了，是在上半部开始了。I'm coming to see you. 等等等等，对吧？你可以这样分析。这样的话，就这个怎么决定？什么时候降到底？又什么时候开始升？这种复杂的片段的语调群。一群的判断，这个就是你对英语的敏感程度，你理解了。你当你拿起了一篇文章，你能很快就决定自己的语调升多少降多少，降到什么位置升到什么位置，这就是你对英语的理解，你的水平，你对文章的敏感性就在这里。而这一切不是你在英语 corner 英语角能学到的，不是你在通过跟老外的那么几分钟对话能学到的，甚至不是你跟老师跟同学平常读 才能学到的。记住我反复强调，好的英语是读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怎么读啊？到墙角里找一篇文章，好好自己在那读，一段一段的读，体会这个一群的声调升降，怎么逐渐升，怎么再逐渐降，而不要局限那么一句一句的升降，像随便说，像耍贫嘴那样，那样你永远念不出好的英语。好了，今天我要说的就这些了，我希望大家体会我要讲的。刚才 Lydia 同学的讲的字幕这个我们会把文字放上去，他读的东西我们会放上去，让他读一些，把语音当里大家可以下载，可以感受。我倒不是说他读的就是绝对的标准，就是最好，我主要是说他的变化，你注意他吸气的变化，而你必须开始变化，你的呼吸不变化，你永远不可能进步。呼吸变化是第一个变化，然后我们才可能谈别的问题，谈节奏，谈语调，否则的话你呼吸不变，你整个的就是停在不该停的地方，是讲在不该讲的地方，你不会有正确的节奏的，更不要说语调，我不要听你的，我根本就，你呼吸不对，我不听的，就是应该大家形成这样的感觉，这就对了。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讲就到这里 ，Have a good night。